如果不好吃，老外还会来这里吃吗？超多老外的，懂不懂？用墨西哥亡灵节做主题，一家墨西哥菜的餐厅。亡灵节大家请上网 Google， 有点像我们台湾的清明节。那这边在宜郡，我们就去吃吃看好了。坐下吧。妹妹，温兰，我是卢维恩，不好意思，自从海裔那边我做了睫毛。跟眉毛，我人生中充满了光彩，所以今天我露脸。为什么要怪腔怪调？第一次。对啦，因为今天肚子饿，然后我们就在宜居这边去找一个浪漫的风情，有没有？随着身体摇摆。没有啦，墨西哥餐厅啦。那这一间我也是上网随便乱找，绝对没有约定。那今天为什么我会来找？我觉得。我越南菜吃久了，也想要吃不一样的菜。那你是我的菜吗？绝对不是。我觉得我今天怎么有点卑微了？对啊，今天很卑微。好，快速介绍一下。那墨西哥最大的两大美食哈，一 tacos， 第二再来这就是 burritos， 然后它再来这一边是有甜点区。这边呢有我喜欢的那个公鸡啤酒，然后想推荐一下，看这个，它是芒果口味的树莓啤酒，其实台湾就买得到。那这个的话 ，T 很爱，他说喝了会有那种初恋的感觉，并没有，好不好？哦，今天这个我会剪掉、哦，而且他下午五点到七点半有 Happy Hours 半价啤酒，真的吗？那我们现在退货，明天再说。好，走，先走，先走。豆芽旁边靠边。那我们就介绍一下菜啦。这一道菜是 Camarones a Rojo de Ajo。就这一道菜，我知道讲的肉肉等，你只要记这一道菜就好。好，吃起来。它也是有米饭的。这是黯然销魂饭。墨西哥版的，它里面的馅料啊的味道全部都在里面，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白米的一个该有的味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都把那个新香料给吸得非常饱满。第二道菜它是那个综合的 tacos， 这个 tacos 大概是四万约顿，那四万约顿的话大概是，然后我特别讲一下它这个猪肉的这一个、啊。他，我刚刚在网络上查，他是用炖的，炖了六个小时。等一下试试看，再告诉你好不好吃。不用了，绝对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肚子饿，而且我看到这个就绝对好吃。对啊，这种东西就是他来几个就想要吃几个，就很可以。来，再来介绍下一道菜。这一道菜我记得是叫那个沙达布里多。他只想要秀那个弹舌音而已啊！真的，这个发音是真的要这样子的。等下切给你们看，知道？我直接这样切一半好不好？这个角度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里面什么？它里面有饭，可是是满满的，满满的牛肉在里面。他好饿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满满的豆泥。不对，这是意大利。它的冻泥里面就是有满满的这样，阿萨多，它那个是烤牛肉。讲人话，阿萨多是什么？其实阿萨多它是阿根廷，它是阿根廷烤牛肉，它那边就叫阿萨多。跟观众讲，已经讲完了。大口吃肉是要大口的那种。好好吃。那我吃一个大口，这个。taco 是性感的那个面饼。好，我先关掉了。没有脆脆的，但是吃起来很有嚼劲。它的鸡肉是有入味，然后再加它的 sauce， 哇、哦，好吃的，所以一定要来这里吃看看。受不了，一直受不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跟初恋一样。这家店很屌的东西是，我猜测它的香料都是进口的。好吃的墨西哥餐厅就是这个味道，在台湾可能也吃不到，因为我在台湾还没有吃过好吃的墨西哥餐。
目前为止，拍那么多吃的东西啊，事实上真的觉得有些拍就是好吃，可是你不会一直想要再来吃，或是拿每菜单上的每道菜都吃过一遍，你就很想再多点一次这样子。对，而且它就在宜郡，它就在槟城市场旁边，没多远，而且价钱不错。这样吃啊，大概143万吧，然后就是三道菜，但是我们啤酒就喝了大概6-7杯了，三个人吃这样子真的有剩啊。这个品质跟这个价钱，我觉得是新品超高。你看我们拍了那么多集吃的，哪一部片让我们一直说干超好吃的？这里老外吃的，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有没有老外来吃。来，镜头起朝右。刚楼上都是老外，这家的不要了，等下被人家挤。就偷偷这样转过去，偷偷转过去一下，看不到，偷偷转过去一下这样。来，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如果不好吃，老外还会来这里吃吗？超多老外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最后小铃铛也要开，好不好？那就这样子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确实。